家好，我系 Hedy。十一月咁多 discount 咧，开箱就唔好俾佢停啦。上次开咗啲护肤品，今日我哋开三嚟自 Love Bonito 嘅，佢哋做紧双十一嘅优惠啊。咁所以咧，我就拣咗几件衫同大家一齐分享分享。如果你有兴趣想知道我拣咗啲乜嘅话，就唔好错过。我哋而家即刻开箱啦！好，等我一次过攞晒佢哋出嚟先。Total 咧就有1、2、3、4件要同大家分享嘅 ，Love Bonito 佢哋而家由9号至到13号就做紧双十一嘅 promotion 啦。咁成间铺咧，其实都会有唔同嘅 discount 啦。同埋，如果你买满700蚊去到1800蚊咧，系可以用一个 promotion code 呢度，跟住咧就会有多 extra 嘅9折啦、85折同埋8折嘅。系啦，咁事不宜迟，我哋而家逐件开出嚟好唔好啊？咁唔知大家有冇喺 Love Bonito 买过衫啦？我自己夏天嘅时候成日都去行嘅，因为喺中环啊嘛，跟住星期六我入长洲之前就会去行下啦。大家可以见到呢张相，呢套衫咧就系喺 Love Bonito 嗰度买噶啦，我自己都真系顾客嚟嘅。咁但系咧喺佢哋嗰度买嘢，我发现系要快手嘅，好多时好快就冇晒啲码噶啦，特别系啲热门嘅码咧。咁所以见到啱咧就真系要冲嘅。而家咧就不如试咗最薄嘅呢一件，即系头先第一件开白色嘅上身衫。它是我平时很喜欢穿的 style， 即是简约啦、方领然后短版的金衫呢，成日说我买来买去都是差不多，但是买极我都是很喜欢的。穿出来的效果就是这样啦，它的袖呢是有少少这里这样束下去的，未去到泡泡袖，但是不是一个很窄的袖。跟住之后我自己是喜欢这一类型的方领，望下去会显瘦一点。然后呢我现在穿的是细码，袖是刚刚好的。前面这里有个小心机位可以告诉大家知的，就是好像我平时这样很怕那扭爆，或者那些扭呢是会这样撑的时候，这里不是很多窿的，它里面是做了一块布的，那你看到我这样就算撑开了它都不会走光了。同埋呢就是它这里向入的，不是说打直啊，或者是很阔呢整个跌步那种呢，它不会的，它真的很贴晒我整个领这个位啊，加咗分噶。呢一件衫咧，我睇翻个价钱系279，咁所以如果佢有 discount 嘅话咧，我都觉得系唔错嘅。下一件咧就会系黑色。都是我喜欢那类的啦，短版啦，然后阔领啦，跟住是有个束袖啦。我换了出来啦，它是比较贴身的，大家不用担心穿的时候呢会不会说是要很辛苦这样穿下去，因为旁边这里呢是有个拉链的，它可以拉到来这一个位置，所以呢穿的时候都是轻松啦。它的领口一样是比较贴的，就算污低身都好啦，不容易这样去抛出来啊。同埋我发现呢它是可以封艳由人地性感的，例如我现在就将它拉到很高啦，或者你可以将它拉回低一点，那就自己选择了。跟着之后呢我拉到它这么高都好啦，它的这里都不会说跌下去的，它是有一个橡筋在这里。当然啦，如果你想的话呢，它是可以做到一字膊的效果啦，那就大家可以看看，如果一字膊的话摆返啲头发喺度，咁样都几靓嘅。佢原价系269，而家咧系有65折，179啫。如果你买满咗一个阿妈，可以再 extra 有折嘅话咧，都几抵噶。因为佢呢度个袖系雪纺啦，跟住中间呢度系比较厚实少少嘅，完全唔会透嘅质地啊。咁所以个性价比咧，其实都唔错喎。跟住之后下一件咧。仲減得犀利啊！就嚟轉季噶啦嘛，咁我就揀啲厚翻少少嘅衫啊。呢一件深藍色嘅線衫，著上去第一個感覺咧，件衫好顯白啊！大家覺唔覺啊？好似撳掣開咗燈咁樣啦。咁然後咧。是若隐若现的，有些窿窿在这里小性感啦，同埋呢它有个 detail 位我挺喜欢的，就是旁边这里它开叉的，一开叉呢整个人好像没那么厚感，大家觉不觉得，如果是这样呢见面都很厚，但如果它开了叉之后呢它是会分回去两边呢，是那种慵懒的感觉呢出返晒来啊，同埋呢它很轻身，你穿落去是完全没有那种哇好厚啊好焗住晒或者搭住晒的感觉呢，它都是没有的，是行动自如那种来的。那最重要就是个价钱啦，原价359蚊，现在便宜过半价，
159蚊，抵啦係嘛？你出邊求其買件衫啊，都貴過呢個價錢啦。仲要佢真係唔差噶，佢啲袖咧唔係嗰種鬆泡泡，佢有收袖噶，佢真係會束少少喺呢個位置，你見到係有彈性噶呢一度。系啦，咁所以咧呢一件我觉得系 MVP， 真系点样都要搭单买噶咯。系啦，咁佢咧系有深蓝色同埋 nude 色啦，加细至到加大，咁我依然系着紧细码嘅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最后咧就嚟到今日最后啦，我哋由一个初秋去到冬天都啱洗嘅一个开箱嚟噶嘛，呢一件咧我自己好期待啊，因为佢系一件大褛嚟嘅。果然一着咗件大褛之后，成个冬天嘅感觉就出晒嚟啦。佢好厚身啊，系真系会保暖，因为我而家开始出汗啦，成个人。咁跟住呢种颜色唔使多讲啦，冬天一定要有噶啦。你幻想一下，加条颈巾上去咧，系非常之温暖嘅一件事嚟嘅。佢里边。是有个袋的，我刚才见到是啦，它这里有个袋啦，可以将一些贵族的东西摆进去啦，跟住出面有两个好大的袋，示范给大家看，一摆下去呢是好像黑洞这样，不见了它是很深的这个袋，简直是冥冥中自有安排，我最近买了一对 boot 呢，未得闲带回家，可以这样衬啦，我绑了前面这一道啦，跟住做一个连身裙的感觉，非常非常之啱啊，我会摆回我这个全身在隔离。因为我知道咁样睇有啲难，佢有加细至加大，有黑色啦，呢一只色同埋有个燕麦色，应该燕麦色都几靓噶，价钱会系739，非常非常之实在嘅物料嚟嘅，系呢件舒服啊，呢件摸落去系几滑噶，大家都可以去门市嗰度摸一下。好啦，今日开箱虽然得四件衫，但系由薄到厚啦，由斯文嘅去玩嘅、休闲嘅或者外套，全部都包罗万有，希望大家会中意啦。咁同埋咧，佢哋个 discount 咧去到13号，我出片嘅时候可能得翻唔系好多时间嘅，就要去冲啊！如果有兴趣嘅话，系咯，我会系摆喺 IG story， 有留意嘅话应该知道佢开始咗，同埋我自己会去扫货。系啦，我真系几～中意佢哋嘅衫嘅，由佢哋开幕啦，我已经有好快咁样冲过去买衫啦，跟住啊买佢哋嘅饰物啦，我都觉得好抵啦。咁跟住今次咧，亦都开箱咗佢哋双十一优惠嘅衫俾大家去参考一下啦。系啦，咁如果大家中意呢一类型嘅影片咧，记住俾个 like 同 subscribe 个 channel， 我每个礼拜都 upload 两条新片，逢星期六嘅就新，同埋星期日嘅就12点。好啦，咁我哋再见啦，拜拜。大家最中意边件衫啊？哎呀，唔好咁激动，唔好咁激动，唔使爬上嚟，唔使爬上嚟。咦，我件衫同 Chopper 一样色噶喎，啊，我哋同款啊 ，Chopper。